那个芦苇啊，亮没毛病，老铁，双击啊，好嘞。老铁们，今天用内穿皮打两炮啊。内穿皮筋啊，出速快，威力大，但是呢，它会减少稳定啊，让前手呢，尤其变硬啊，前手包呢有个轻拉定位作用，不要是上来推歪弓不行啊，不要上来猛推它，有个轻拉定位作用啊。然后呢，玩内穿皮筋啊，尽量是玩直板那个，不要玩直板弹弓啊，尽量是选择反曲弹弓啊，反曲弹弓，反曲本身自身有个定位啊，不要选择定位。打火机啊！哇！666，打一下这球啊！我操，这么近，来。